Hocus Pocus. Bouchy, bow, bouchy, bouchy, bow, bouchy, bouchy, bow, bouchy. Yo, hello, beast 们，我是 Adrian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OK， 那么今天你看看我后面那边真的是很像蹦迪的地方，我自己都感觉很像来到 nightclub 这样子了。哎呀，这灯光你加砍啊！那么今天呢，赶快进入正题。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像 nightclub 的地方 ？OK， 它不是 nightclub 啊、哦，这边是蹦床。OK， 那么上一次呢，我讲到局部瘦这个问题过后呢，那么这次呢，我要来讲到底有氧运动我们要做怎样子的才可以有效的燃烧脂肪。OK， 那么今天我来介绍蹦床这个很有效果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来介绍一个燃脂效果非常好的运动，就是这个蹦床。OK， 它就在床上面啊，跳下跳下，你不要小看它，这样子跳下跳下也是很累的哦，跳一个钟头，那个燃烧脂肪，那个肥肉就是直接给它消灭掉啊，这样子。OK， 那么等一下呢，我会看一下究竟我们跳蹦床跳了一个钟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卡路里会消耗多少呢？等一下我会记录给大家看。那么我打巴达的时候呢，我半个钟头我卡路里消耗大概是200到500左右这样子。那么究竟这个一个钟头之内卡路里究竟会燃烧多少呢？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啦。那么蹦床呢也是有很多的好处，哎，第一点，男生的话呢，它会让你下面变强 strong。那么女生的话呢，她会把你胸部提升，绝对不会说跳下跳下啊，就下垂啊，什么自动掉下来啊，绝对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。OK， 这都是健身迷思，所以说，恭喜你们被他业配了。Oh my god！ 哇、wow! 哦！老板娘业配要给钱哦，这样子哦，你看我帮你讲到这样子，还给我在那边笑，哎呀。OK， 那么现在音乐已经开了啊，真的是很像 nightclub 啊，这 nightclub 的 feel 啊是满满的。OK， 那么现在就要开始啊，我们再来看看这蹦床究竟是怎样的。要。我做手吗？我们打他！走！走！走！现在终于休息时间了，哇，真的是累哦，那个脚啊，现在很酸很酸很酸，哇，大一汗小一汗全部飙出来啊！我觉得我全身都在燃烧了，这个跳下跳下跳下，哇，刚刚跳超高的，哇，那个跳起来，不是跟你讲笑啊！来哦，来喽，来喽，又来了，会累，是很酸，来。
OK， 那么刚刚呢蹦床已经蹦好了，哇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全身性哦，真的是全身性，他有练腹肌啊，练脚啊，我觉得整身肌肉肥肉都在跳了，肌肉一下子充血了，你没有看到我那个马斯刚刚，哎呀，那么呢刚刚呢我有看我手表呢，它燃烧的卡路里呢一个小时里面差不多是400到600左右，当然是看你做的吃不刺激啦，你越做的越快越刺激当然就燃烧的越多，你做的慢的话反正就越来越少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它一个钟头400到600是算非常快的了啊，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，虽然说有点不是普通人做的，我做到已经是撇掉那种，已经 KO 好几次了哦， man down， OK，可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，我是觉得很好玩，尤其是那个气氛，现在喜欢蹦迪的年轻人我觉得应该都会喜欢这个东西，去试一下 OK。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到我的好路上的红色小白灯，记得点去旁边小灯就打开它，这准备出国的新影片啦 OK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 Like a beast， RAH 把心过来。